有所保证，尤其是如果自驾的话，就是这个青岛的这个2019年临汾广州市西湖烟斑开班仪式现在开始。想了解更加加深点规范的东西，那就看看后面。现在看到了，现在大家很多人看到我更加独立，以后是一个有貌担当的。开班仪式呢，就到这里。接下来呢，有请大家到一楼的这个浮雕前面，我们。300多位民盟的杰出代表。